老王实力打造九技能善恶童子，只得打奶操作行云流水，成功帮老板血赚几万块。Later， 看了老王很久，知道给别人特殊掉的差不多了，这次该成了。坑叔就一本联机，联机跟善恶竞牌夜战都是冲突的。兄弟们是保着打还是稳着打？这次这只九技能善恶，我将为我的尊严而战。我选择了最保守保留善恶的打法，即位置最远。 只要不掉善恶就算打成。那除了高神以外，最远的就是高西，而且后排连机以后全是高西的地方啊。好，掉的反击，可以再打本防御，给吸血往后推，露着防御打。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挖呀挖呀挖？好，掉的应该是无色魔诀，还是啊？它是不是魔化掉的神技？下本书。 后排没啥输能上了啊，后排没啥输能上了。夜战害怕偷袭，害怕必杀没事。九技能的善恶呢，还是以生存为主，没什么问题，善恶一定在的。偷袭和夜战强力都是冲刺，神佑和吸血打不了啊，神佑吸血在，神佑是低级的也打不了。偷袭和夜战打不了，强力吧，我觉得强力稍微好一点。这个雷击最后实在不行，认证明私用。这只宝宝如果电掉，如果连击掉了的话，随时收手。 不防御就行了，强力前推，防御在强力的位，前推来，这本书打得好不好？我就问你这本书打得好不好？这直接就快能用了，兄弟啊！现在这只敏捷有用，低级神佑用处不是很大，现在缺一本夜战，缺一本偷袭，特别缺的是夜战，夜战和偷袭。 不认证雷击，一发入魂，善恶没动，雷击位置变偷袭，这就是强大的自信。一打还行吧啊，神又掉了，雷击没干掉，神又掉了，快认证了，这本书肯定是打高神，打完高神的话有可能啊，大几率的话是掉前排的这四个，一二三，大几率是掉这四个，但是掉别的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啊，因为不太相信位置，主要还是几率嘛，但是看显示的位置来讲呢，肯定是一把。 好，掉这四个的其中最后一个，直接一把完美的覆盖。上一秒还在说存蒙子，下一秒就被我精准的预判所折服。我就是这样一个技术忽高忽低的一个人。当你觉得我是垃圾的时候，有时候我能疼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老板现在的话可以对付了吧？带个夜战套对付用，然后我们用雷击认证出一个名词慧根，只要不是再生就对付用，行吗？不想认证，想继续打。老板，你承不承认低敏有用吧？ 雷击的冥思和慧根能让宝宝善恶能多出几次手，你还有啥所追求？有啥追求的呢？你没有敏捷，也就是换一个幸运啊！我给你的建议是：雷击认证出冥思慧根，忍认证出再生就打高级冥思冲刺。兄弟们，我这个路线是不是完美的？ 低敏至少少了六段灵石，你比那些快，你快5、6段呢。哎呀，慧根他妈这玩意儿不上不下的，冥思肯定是不如慧根，比冥思肯定是比慧根好。现在能值多少？相当于一个八技能红书呗，资质可以，但是成长有点低。成长低的话，先来五个真经，五个真经7月1号再使5个真经。这宝宝兄弟们，卖个1万6有没有人要？我说一个价格1.6。 6000，妈的，谁出的6000？想要补的话补啥技能？刚才认证出再生的话，我建议是打冥思后排。现在慧根的话，其实它也是后排，但是有雷击认证它是假位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打夜战。OK， 妈的，跳回来了，不 OK 啊，开始了，本来以为结束了，没想到开始了。 记不记着了？刚才的那本神佑一击必杀，干掉了最后一排的低级幸运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又有点不同。刚才是掉最后一个，这回是掉第一个。当打上那本夜战以后，就是不死不休了啊！必须得掉蓝书了。
种983它吸收比较好，有一个高另外一个就好补，两个比较平均反而还比较难啊。就跟你找对象似的，你和你媳妇家里有一个家里有钱，你俩就很好起来，你两个都是普通家庭就很难起来。这就告诉大家，媳妇一定找个有钱的，毕竟我们穷，我们要刷他们的信用卡。高级强力在三个的位置，啊，来了，这本夜战没白买，一切又回到了刚才的样子。这本书，老板，70%的几率掉三个，给我扣一个坚定的一。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坚定的好一啊，彻哥，你挺腹黑呀，天天贼正能量，纯支持的老板，竟然在弹幕上打出来一个连善成了啊，人才。好，给兄弟们看一下老板坚定的这个一，直接露着三个。70%的几率触发了额外的30%啊，这回可以带高级敏捷套，可以带高级名词套、啊、来我们藏宝阁搜索一下这种三个的价格啊。藏宝阁最便宜的话是24500，比咱们少了一本书，他们的成长比咱们高很多，所以说我刚才说两个 W 以上一点问题啊，他都没有。八技能三个就是没有市场，三宫里面他是能用的。咱们的慧根呢一定比低级神技好，因为低级神技不是抗风，是下回合再解封啊。没有，肯定是没有这只好，这只资质成长比也比咱们好太多了，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想考虑卖个20000出头就行了。